时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火全部燃完了，想都没想过这都又跑到那去了。生死不在，生死是不要命的，把我整了的，全是雨衣，把身上淋湿供你这个整的。只是我儿就站在那儿面前的，他说我爸爸姐就过去了，没得事。我爸爸好勇敢啊！这一次过后，人大家都叫他叔叔英雄。在之前，其实他已经救了很多次了。2021年五月的一天，家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公益镇的盛恩丽上门看望105岁的康婆婆。啊，妮妮来看你了，他们来看你来了。婆婆，婆婆，妮妮来喊你。妮妮，老人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了，记忆力和身体也大不如从前。但一听说盛恩丽来了，他就紧紧抓住对方的手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妮妮哦，啊，为了我说你还想得起这些事情哦。在康婆婆心里，盛恩丽就是她的救命恩人。2020年3月28号下午，康婆婆的房间突然起火了，儿媳和孙女第一时间赶来，想要将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却被大火困在了2楼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因为我妈妈得说她年纪大了，电热毯得说每天成天对着24小时都开启电热毯，可能那时间给老化了，可能就燃了。当时我烧来大的，我们在外头，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火全部燃完了，就是玻璃窗子啪啪啪啪啪的架子朝外面垮噻。而此时距离康婆婆家不到100米的地方，盛恩丽正在维修自家房顶，一看到不远处的浓烟，她就朝着事发地飞奔过去。江子刚才来扶人家的时候，那上头砰砰一声就爆下，当时我神了一下，所以就说专业本能，首先就先得关电关汽油，把这两块首先关，免得引起二次伤亡。旁边看老大人，当时围了很多人，他说看到还有人，但是想都没想过，足足就跑上头去了。跑上去看到老太太趴在那个地方。我妮妮，快点快点，把妈背出去嘛！当时头一下背还背不起，因为等于说很紧张噻。你看到那种火，那么火的那么大的，有点紧张。就是最后我们两姑娘又去抽了一下，帮着把妮妮等于说给背到背上。就在把我扶到，就在把东西下来。盛恩丽背着康婆婆穿过狭窄的楼道，好不容易来到安全地带。安顿好老人后，她再次冲进火场，拉着水管就跑上2楼灭火。生死不在，生死是不要命的，把我整了。你说老实话，你说，全是雨衣整烂了，总是把身上淋湿供你这个整的。火势越来越大，不断有邻居过来帮忙。盛恩丽的妻子也带着儿子来到了现场。当时是有点心头是有点觉得害怕。我刚刚整了过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玻璃就爆炸了，哇，吓人！砰砰一声，就是我儿子站在儿面前的，他说我爸爸姐就回去了，没得事的。我爸爸是不会有事的。我爸爸好勇敢啊！就是我说，当时你燃起来，大家都没想到，我就想到说。还把这气啊电那些管道嘛，就包括燃了嘛，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嘛。你想嘛，这房子都是在连着房子的，大家都在帮着，就是大家也都帮忙了，大家在帮忙。那就是师傅呢，等于说那是第一个最先来的，最先来的，那也把这块就是康婆婆就是背下来的。社区的领导干部带他消息过后，提着灭火器来了。当时大家通力帮助下，用了40多罐灭火器，就在灭火的时候，消防队干部，终于松了口气。在街坊四邻、社区干部和消防队员的帮助下，经过40分钟的努力，大火终于被扑灭了。终于获救了，我说把东西出来哇，要不然不那好的时候，我妈不晓得是啥子那情景，我不敢想，真的不敢想象。远亲不如近邻，因为你远了跑就回来救不到，人家近邻如果说大家关系好，人家火火就来帮你弄了。当时很多人呢，真的我都得爷爷感谢了，要不然这些话我的损失更大。说不定那房子全部这通都没我们了，是不是嘛？危急时刻，盛恩丽第一个冲进火海救出百岁老人，这件事迅速在当地传扬开来。镇上的人对此却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盛恩丽平时就是乡里百姓口口称赞的热心人，像救人这样的事儿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。我17岁时候掉在那通济河里面。被那个石头撞伤了脚，
是他把我救起来了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永远都忘不了了。1998年夏天，盛恩利发现17岁的毛永强在河水中挣扎，他纵身一跃跳下河，将毛永强救上岸，还脱下衣服为他包扎伤口。比这更早的还有一次，盛恩利看到两个女孩掉进了水库，他同样想都没想，就跳进5米深的水里去救人。到现在，他们两个女孩什么样子我都想不起来，根本就时间一长就遗忘了，就当了很正常一件事，也没把它当成事情。救完人就把两个女孩送到他们的家里，送家里回去换衣服，衣服都是湿的，又换了衣服再去干我的事情。经常的就是他的小在很多年前就是他救的。救火就是最有名的是这一次，就是这一次过后人大家才叫他水火英雄，在之前其实他已经救了很多次。过去20多年里，盛恩利救过5次火，水中救过5次人，他是远近闻名的水火英雄，见义勇为、热心助人已经融入他的生活，成为一种习惯，而这跟他的一段经历密切相关。我都没说过，这是别人给说的，就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很正常的事情。因为当兵真的影响了一个人，首先你的信念就是，当群众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第一个冲上去。更多时候，盛恩利是一个大家随喊随到、跑上跑下的练功师傅。我90年参军，就是97年12月份退伍，因为那个时候整个长征有3个练功覆盖一片，维修维护这方面相当麻烦。我那时候回来刚好赶上，就村上推荐给，就是那个时候的称为龙连长，就这样进入了工连部门。怎么说，应该是我选择了这份工作，应该是工作也选了我。退役返乡后，盛恩利成为了一名电力女工，在工益镇哪里用电有困难，哪里就有他的身影，电力故障发生在哪里，他就出现在哪里。这天，盛恩利刚刚完成一个公共场所的电力保障工作，就接到镇上一位居民打来的电话，请他去帮忙检修家里的电灯线路。经常叫他，主要我就随便出点啥事，我就叫他过来，喊到了就随喊随到。其实这样的活并不在盛恩利的工作范围之内，但他从来都乐于帮忙。本身应该说不是我们供电部门应该进的工作，应该是他把瓦建开，把现在的我们才去帮他处理。但是在实际中，因为他的眼睛不方便，我也不会让他，他只要把我体质给我扶好，举手之劳就把他干了。他是从来不要我一分钱，那来是没要一分钱，管他我要换表和或者是我的电压那个是烧了和看他来换了，都是换了就走，还甚至烟也不吃，你给水也不喝一口。回想当初刚成为一名电力员工时，盛恩利也走过了一段有些艰难的历程。当时因为你啥子都不会，当兵的人都是责心的人，因为有时不懂修不好，用户不满意，我要骑着自己回去把工具包都扔了几回，把那种气下去，又慢慢就把工具包捡回来。你干了这份工作，你由于技能不好，技能都可以学的，知识不精通都可以学的。大概也是2年的时间，像一般的线路安装问题，对我来说都不会存在问题了，都能就比如说摔个手的病都能把它做好。随着技能不断提高，来找盛恩利维修各种家用电器的街坊邻居也越来越多了，而他总是有求必应，坚持善小而为。检修完电灯线路，盛恩利又马不停蹄赶往葡萄园解决断电的问题。我一喊就来了，真是他们不耽搁，因为他是晓得我们在做这个葡萄园，搞用电这些产品，当我打肥料、打药这些都要用电。像经常我们早叫一停电了或者短路啊这些，我们就该打电话就帮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，晓得吗？我们心头还非常觉得这个师傅真的对。在老百姓心中有这么一个印象，凡事遇上和电有关的事儿，就会找盛师傅。家里的电线，那就是属于私人的问题，这一部分
理应来说是应该是自己的产权范围，自己想办法去解决。但是盛世夫妇每逢遇到这样的问题，都是主动的上为他们服务。哦，只要有问题就找盛世夫，就能解决问题。把他们的问题解释解决我，他是相当感激，一直人都会满足感。你如果不承认这份工作，你不会达到这些，不会达到他们的承认。就在盛安利离开葡萄园准备去森林巡线的路上，一辆小汽车因避让大货车不慎开下了路基，进退两难之际，盛安利又是第一个跑过去热心帮忙的人。不要慌，我给你捡回捡了，谁想已经找了。特别热心的人，我就是个特别热心的人。好像他就是见到这种有困难的群众哈，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不管是不是自己工作范围，他已经是一种习惯。就是包括我们其他的同事都在说，出现这些事情都还有时候要考虑我要不要去，我能不能去，但他就不需要考虑，很自然的就去了。我打熊了，我打熊，我就了，我就来来就来走。在众人的帮助下，小汽车重新回到了路面上。学生的话，父们感谢。盛恩利也继续开着工程车朝森林行驶。他们这个供应证这一块，主要是丘陵和山区比较多，他们服务的距离比较长。作为一线的电力职工，他有非常多的例行的工作，需要去检修线路，需要去巡视设备，需要去为每家每户检查用电设备。如果我们开车的话，来回就跑了要一个小时，要确保每条线路的正常运行。现在森林防护现在是大的问题，那些县跟树的矛盾特别深层，因为在某些地方老百姓那树子长在县下，你要给他砍伐，那就是受到损失，就要去找村社干部，经过不停的协商，如何得到解决，让线路安全运行。像供电所的一些有时候哈，有些工作比较有难度的，反正就是用他们的话说叫做吃力不讨好的，先跟大家商量有没有愿意来尝试的，他就会是第一个，我来参加，他是在这方面做了起了一个旗帜的作用，带动的作用，榜样的作用，为了就是把这个他的这个精神推广下去，今年都把他提来做班长，就带动一群人。之前嘛，就是他就是一个人干得再好，毕竟只是一个人，让他带一个团队，带一个班组，这样把整个班组的工作都带起来。那在组长相当好干，说老实话，在这一楼的片区负担人一种，我觉得那是很负责的，可以说你在这一楼算是最好的。我们随时喊到哪，对着我们有啥事情哈，做干不下的事情，喊到哪，这人家开车就来。二十多年来，公益镇用电户数从400户增至2700多户，工作更多了，责任更大了。盛恩利的热心初心始终没有变，他的用心付出赢得了同事和辖区百姓的肯定和尊重。然而，对于家人，盛恩利总是感觉很愧疚。挺愧疚的嘛，难得一家人集体出去到那块去好好的耍一盘，那么陪他们姐在那晚间好好的吃顿，姜子单上完，电话就打进来，寡妇饭跑了两个，立马就回到村里去。这种事情太多，老百姓小孩还帮了，给就是亲戚朋友出来介绍，他说干工作就是这样，不好，你只有干了才会。有的时候觉得事不公平嘛，处处都为别人想，都没为我家里人想。我说的，那么家里面出啥事了，你都不过问吗？他说肯定要过问，都要过问。他说外圈里外都是家，一个家一样的，一个大家。你这一个这里面是个小家，外圈是个大家。一个大家好了，就小家就好了。就他跟那我那也没得法的，因为他就是慢慢有时候他反应到适应，就是到有时候帮到忙上，真的是个长的过程。整下梯子啊，底下到这儿啊，问下了，啊，反正需要整啥子就帮他整一下子啊。那也没得办法的噻，一家人都要能理解，不能理解的话就不得行，说实话。因为工作太忙，没法照顾孩子，
几年前的一天中午，盛恩利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，说儿子走丢了。当时一下一下心情很压抑，把公安局给通知说，你们帮我搜索，我回去寻我儿子了。就在盛恩利急匆匆赶回家的路上，他发现镇上竟然有200多人自发帮他找孩子。大家还是帮他找。那看到好多人，大概有200人。我说了，200多个人帮你寻儿子。对的，我想着大街上，当时我接到儿子一下，也说平安路过了，一下眼泪就下了。以前，不管你是啥遇到啥的困难，我也不会丢人。